明早打造一个适合长辈居住的环境内，除了各乡镇的努力配合，更加需要社区居民用心的投入。高家乡砍头厝发展协会伫咧六当中，就将景光国小的旧礼堂来变作社区服务照顾中心。除了推动多元的六年课程以外，加上真侪志工热心投入，或者的气氛就敢若亲像一个大家庭共款。砍头厝服务照顾中心伫咧旧年全国社区评级嘛得到优等奖的荣誉。一入去高溪乡崁头厝的服务照顾中心，宿舍休闲空间，佮有一间困房，予长辈毋但是休困，也是泡茶开讲，拢有一个遮尔好的休闲环境，通好使用。我本来我是要买一个童装嘛，啊，一时也买不到。那时候刚好我们这边在后面在做那个铁工了，我们这边在做铁工呀，我就跟邀请那个铁工的师傅哦，那我请一块这个给我当重用，我就规划一个客厅哈，我们店名这个叫社区的客厅了。就像让社区的老人如果来这边的话，他可以跟在家里的感觉一样啊，所以我们有上面里面有寝室，有冰箱，有电视啊，像老人有回家的感觉了啊，不会他这个地方觉得他待几个小时，待半天，待一天，他觉得很难过。老人教室内底，长辈跟着老师的钢琴演奏做伙唱歌，平常时则拢会提供各种课程，唱歌、跳舞也是学煮食，为时代的笑容，得当看会出来效果好唔好咯？啊，那唱歌上侪人来。唱歌上有人来啦，啊，落较快乐安尼啦。啊，时间若到，就伫内底上课，吼，唱歌，啊无就跳土方舞，啊无就教煮食，啊无就迄落卫生所的来讲健康的代志，啊无就台大医生来，吼，拗筋骨。这一份一份报纸，拢记录着社区过去种种发生的大小代志。这是由崁头社区发展协会推出的社区报，今年也是第三年来发行了。希望借此将社区的发展历史传承落去。因为我们觉得社区要留一些东西给后代的人去看，要把不管是文字档、不管是电子档、不管是平面的东西，我们都要留给那个20、30的社区的人来看我们这一代在做什么事情。崁头厝社区透过发展协会积极投入，加上一群热心的志工用心付出，伫去年全国社区评鉴也得到优等的好成绩。除了落实长期照顾政策，嘛予时代中心找到自信佮尊严，更加重要的是予因一个快乐的食老生活。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。